大家好，我是 Tommy， 欢迎来到 TY Lighting 的 YouTube Channel。 提提大家，如果想接收更多灯饰风扇灯的资讯、产品评测或者教学的影片朋友呢，记得订阅我们 TY Lighting 的 YouTube Channel， follow 我们的 IG， like 和 share 我们的 Facebook， 有最新的灯饰风扇灯和家居电力方面的资讯都会在这些 social network 和大家分享的。咦，为什么有声没人的？是啦，因为现在我站在一张梯子，这个是什么产品啊？是一把天花红运线，是哪个牌子的？鬼的话你知道。喂，连个箱都拿给你看， Sunshine Ceiling Box Fan， 就是我们所说的天花红运线22寸。这部机是由 Sunshine 提供给我们公司作为示范，安装在我们的1800尺的陈列室给大家来参观和感受的。好了，放下它先。我现在站在堂梯上，所以呢会角度有点斜斜地。讲一下这个产品啦，这个产品全高170-180mm 到啦，因为呢这个位是170，这个位薄少少的。直径刚刚讲的是22寸，不过呢实物再度多次22寸，没错啦。奶白色，这个位置叫导风轮，识得转的。现在我们试一下它的风力先。遥控当然是 Sunshine 的原装遥控啦，有 Sunshine 的字在这里的。好了，开灯，开灯，哇，即刻好光。那我现在呢，这个有什么功能啊？校光暗啦，校光暗，校回光一点。转色温啦，哇，睇下呢个系黄光，黄光一路转一路转白啲，依家去到自然光，一路转一路转一路转转转到白光同埋校光暗啦。嗱，我熄咗个灯先，试风扇，风扇咧中间呢个位我叫导风轮，导风轮开风扇先。吹到了，这头发又开始动了。那试埋中间个导风轮，这个叫导风轮。咁啊，风扇灯是可以独立开啦，可以一起开啦。导风轮是可以暂停的，即是你吹紧咗某个角度，好似依家我吹紧咗块面先，我等我吹紧咗先，哎，定咗佢啦。咁有三个速度，有1个钟同埋2个钟嘅时间制。讲下最正嘅优惠系咩啦？佢依家原价12900，依家我哋做推广，只要你 like 同 share 呢条片，做咗我哋会员啦，咁就用几多999就可以带佢翻屋企啦。仲要同大家讲多一样嘢，就系依家咧系咪一定要嚟门市买咧？唔使噶，依家只要去 HKTV Mall。都会有这个产品在我们公司买，一样做回同样的优惠给你，999元。那如果你要安装，那就怎样啊？做了会员，现在安装费超特价199元，做会员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啦，快点去我们 HKTV Mall 的 shop 看看啦。如果你喜欢这条片，那就给个 like 和 share 给你的朋友，支持一下我们的团队，继续做更多灯具、智能灯、风扇灯产品介绍给大家。多谢你们收看这条片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